有一家进口商进口一批樱桃1000箱，今想了解进口的樱桃是否完好，于是随机抽取20箱打开查看。试问这个试验的母群体样本各是什么，并求母群体数以及样本数。哦，母群体的话就是这一批进口的樱桃1000箱。那我们母群体数大 N 的话等于1000，样本的话就是打开来的这20箱。那样本数小 n 的话，就等于20。